他们想进去或是想要吃东西的，反正就是这样。看到姐姐了。要喂吗？没有，还没有在。没有。因为弟弟不下来啊。他才不要在那里等。他说：“反正你什么时候起来了？”对。他就是在看人面这样子。每次都是这样，可是应该不可能让他们进去啊，不可能啊，对啊，这种天气不会很，这种天气太舒服了，对啊，进去太可惜了，我吵饿了，那假发里怎么有树枝，姐姐给的吗？没看到耶，可是baby 还，肚子还在饿，这是 baby， 饿，哇好多，没有给亲，想吃就买。有小朋友，那好大的、哦。对啊，好大的。那个一个大的吗？那他的妈妈是。不是小宝宝，好像打架了。打架了。哎呦，他在打架。你看那一个是阿东，一个是我。你跟哥哥在打架哦。哎呦。怎样？他们在打架。哦，我以为他们掰了，因为他说以前咧就有一张唔知咩卡，咁佢就就唔要，沉啦。可能已经沉掰咗，我估啊，我。哎，你 Ricky 呢？结果跑到对面去了。我妹子还在那里，我想照顾给她的。阿宽也很辛苦。哎呦，我没办法，一天到晚跟他讲事情。他应该也认识那个。认识啦，会。这是唐亚宇吗？快笑死了，什么姿势啊？结果那个哪？变过动了，然后他爸爸就拿了个两个强烈对比，因为他知道他，对呀、啊，他其实他好屁呀、啊。我没有看过。
过小鱼的，嗯，是后来，嗯、啊。你看你今天真的好好动哦，四岁了，已经变成是青少年了。啊，两只都上去了，这树真的是太伟大了。那经过一个冬天，又会变粗粗的。它今年落叶都发现上面那叶一只都没有动，而且是巨大。要喂了，又来了。嗯，他求他要找蝶肉干嘛？还要带甘草。哇，你最喜欢的高丽菜？都秒化了。那个嘴都张。哎，怎么的？开心了，不要拿，他拿走。哎呀，他跳下来了，我没拍到他跳下来。他想要来抢。他在等蝶果，他在等大陆美，他在等大陆美，因为他不是高丽菜。我们来看他，我觉得他很好笑。他是不拿，对，他在等，他在等大陆美。阿林哥再来拖拖爸爸好了。你等着要被修理啊！你不拿，他敢吗？敢啊！经过就顺手抓走了。他超敢的。他那天对 Diego 拍胸，不，拍地。嗯。嗯。好的。好，超一杯。要丢丢那里去了。没有别的，要拍好起来。他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他在那看到。没事啊，一定。他突然不吃。啊！吓到，吓到，吓到了，怎么了？没事。是不是吓到？没事啊。那位哥坐在那里，望着那个。连狗你也不吃的话，在后面哪？哦，上面。他在等，被连狗拿走了。他不吃高丽菜，他以为有大陆妹。所以下次聪明点，先打在手上。嗯，对呀。不过他也不要了。他也不要啊。你没有不吃高丽菜就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大陆妹早上在室内已经发完。